近日，意大利珠宝品牌宝格丽在韩国举行品牌活动，演员林志妍、辛瑞恩以及歌手华莎、东海等人都出席，而品牌代言人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也不意外，露出了价值百亿的儿童高雅现身。在拍摄时，记者请她转向另一边，还有了这段可爱的对话。反正就对了，反正。而他见到像爸爸一样的执行长 Robin 也十分高兴，还在台上教他手指爱心及摆了脸颊爱心，实在太可爱了。